what's made of is what used to be love. So why do I care? I care at all.还记得我36岁那一年把你买回来，至今也满了11年。这11年来，一起经历了许多事情，你始终一路都陪在我身边。其实这个念头，在我心中已经想了5年，一直想要和我的车来一趟更疯狂的旅程。有些事爱上了就是一辈子，有些事你现在不去做，大概以后也不会去做了。不管以后电车世代的来临，我还是想和你一起在路上奔驰，享受最单纯人与车那种机械的驾驶乐趣。开车环岛以前也是疯狂了好几次，但这次更疯狂的是把车子运到澎湖。很感谢两位好友帮忙拍摄记录，陪着我这个疯子完成了这趟难忘的旅程。